梅西等人祝伊卡尔迪继子送上生日祝福。近日，伊卡尔迪为自己的继子瓦伦蒂诺·洛佩斯送上了一份颇具创意的生日礼物，他邀请了包括梅西、C 罗、莫德里奇等巨星在内的一众球星，拍摄祝福视频送给儿子。视频中，伴随着瓦伦蒂诺踢球的片段，梅西、C 罗、莫德里奇、卡瓦尼、埃托奥、萨内蒂、坎比亚索、米利托等多名球星都对小家伙进行了美好的祝福，相信瓦伦蒂诺一定会非常满意这个生日礼物。来自四克足球。